今年是奥运年，第31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又称为2016年里约奥运，八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看见奥运会的火炬在主场馆燃点起来，就令我们想起恩雨之声的香港摄制队，联同李炳光牧师、谭品达牧师以及冯宝宝小姐，在2015年10月曾经踏足位于希腊雅典的第一届，即是1896年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场馆。在连续两个多星期的行程，我们拍摄了12集的希腊、罗马、土耳其特辑，探索由耶稣的门徒彼得以及使徒保罗等等以圣命燃点起来的福音火炬，怎样由以色列传到欧洲，经过历世历代信徒的努力，再传到今日你和我的手上，那你又会怎样将这个福音火炬传递出去呢？香港恩雨之声在15年前就开始透过大众传播媒介，利用多元化的平台播放世界各地信徒真人真事、感人励志的见证，以及让人思想生命、寻找信仰的特辑。盼望这些在各个媒体平台燃点起的福音火炬，能够照亮活在黑暗中的人，让他们都能够感受到耶稣基督的福音所带来的温暖和爱。今日你和我也都是这个时代的福音火炬手，你又怎样将福音的火炬传给身边的人，让福音之火燃亮他们的生命呢？你可以介绍他们看恩雨之声认识福音，亦都可以透过祈祷以及恒常奉献支持恩雨之声的事工，让我们燃点更多福音之火，更多生命得到耶稣基督的改变。